第一所书第四章新约，第一所书分多解，第一所书第四章，咱要对29节来看到32节。第四章29节，恁的嘴唔通讲出含脏的话，独独着讲好话，甲及时的欠过来做就伊，互听的人得着分辨，也无得互相的性情忧闷，就是所欲用来劝勉恁，到伫赎回恁的日子，一切苦毒。犯恩受气、宣扬、诽谤，以及一切的恶毒，拢着对恁中间处理，搁着用仁慈三宽待、存怜悯的心，大家三赦免，亲像上帝伫基督赦免恁一样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祝福咱。